你干嘛？你弄疼我了！你放开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冯思前，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相信你。我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孩子，我不得不为他的将来考虑。既然韩青对你来说那么重要，那我现在也要换个筹码。我不仅要让你帮季维君。 安然无恙地回到我身边，我还要让你成为孩子的父亲。 冯思前，既然选择相信你，我一定会等你亲口跟我解释。你怎么来了？冯思前不会过来了。新闻你没有看吗？各位记者，请放心，我和冯董会少不好滑稽，每一次处理的。华清集团董事长冯思前和夫人出席年度财经发布会，两人高调恩爱，夫人坦言两人为共同守护华清，欢迎持续关注舞台报道。你别这样看着我。 我不是来挑拨离间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他那边已经忙着焦头烂额了，他不可能过来的。他来不来是他的事情，我等不等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好，那我陪着你。 其实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。你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对我产生兴趣的？有人跟我抢的时候，我就对韩小姐产生了浓烈的兴趣。逗你呢。 时间也不早了，还要继续等吗？走吧，沈阳莲，一起泡一杯。你要是跟我去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怎么找到的你。
韩小姐，我们家的酒窖能够满足你的味蕾吗？来一杯吧。韩小姐，不如我娶你吧。 林总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冯思浅给不了你承诺。今天发布会你也看到了，在华京和你之间，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冯思浅保护不了你，但是我能。 条件呢？做林太太，这样你就是殷家的长辈，冯思浅的舅妈，到时候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。听上去倒是很诱人，那你能得到什么？我能得到你，就能得到。 冯董，那你查的事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事情已经查过了。根据野营基地那边的监控画面来看，韩小姐最后是跟林总一起离开的。不过今天是殷小姐的生日，韩小姐应该会过来。知道了。你这段时间去哪了？冯董，韩小姐是我的未婚妻，当然是跟我在一起。你再说一遍。 我到底要跟冯董说多少遍呢？你们在吵什么呢？姐夫，您来的正好，我这还有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我和韩小姐
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欢迎大家下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这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们俩会跟冯董和殷小姐一样恩爱。舅舅，韩青助理什么身份，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清楚，跟这样的人结婚，外界会如何评价？ 您不要名声了，殷姨，难道我的事业和前途也要像冯董这样，建立在女人的家世之上吗？宁宗义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事业建立在利用女人之上。老公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好了，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，大家入席吧。 他在利用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没有利用过我吗？如果你是因为新闻的事情，我跟你道歉。我本来是想在发布会上澄清我跟英姨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事发突然，英姨她用肚子里的孩子来威胁我，我当时没有办法。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。 韩青，我昨天来找过你的，但是我到那的时候，你已经跟林宗义走了。冯思前，你都没有把我放在第一顺位，凭什么要求我永远站在你身后啊？在干什么呢？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走啊。 我来了，宗毅。尹小姐，欢迎大家。 宗毅，给你吃。嗯。老公，我也要。我老婆她有孕在身，不方便饮酒。宗毅她身体不好，我帮她喝。 男人可不能说自己身体不好啊！我太太万一就险。万利地产的事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姐夫，听说因为万利地产的事故，导致华晶竞标失败，股价大跌。思前作为公司的大董事，要负主要责任啊！你以为你在背后做的那些小动作？ 我是真不知道，你可别信口雌黄啊！塔吊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，收到100万来入不明的收入，事故发生之后，那个人就消失不见了。虽然那笔钱的来源处理得很清楚，不过好在司机被我找着了。那人呢？这一点舅舅倒是可以放心，人已经被我保护起来。 等我找到幕后操纵之人是谁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好，既然思清已经有了解决方案，那就按他的去做。一个月，下个月是华晶年终项目核算，这是最后期限，有什么要求、有什么想法，跟宗毅去商量啊。不需要，一周即可。
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向林总要个人。 冯思晴，韩青是我的夫人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之前万丽地产的事故发布会，韩助理做的就很好，在最快的时间抑制了新闻的发酵。我相信他是最熟悉事件的人之一，有他的帮助，一定会事半功倍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韩助理是什么身份啊？你可别给我乱搞！ 夫人，你也给我少说两句，别给我高管。这些事你们商量，我只要结果，你们慢用。我就好奇了。 舅舅究竟是舍不得韩助理，还是怕我背后？韩青，你今天看到没有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冯思前脸上有如此精彩的表情。林总，演了一天的戏，不累吗？我是在帮你啊。今天你带我去殷家，到底是为了帮我气冯思前，还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战利品啊？ 林总，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你之所以控制我，是为了自己的胜负欲和占有欲。为了赢冯思前，你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。说吧，让我回到冯思前身边，想得到什么？ 不然你不会轻易的答应我的请求的。帮我高管冯思前，多回万里找到他的司机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事成之后放我离开。 可是韩青，我好像真的离不开你了。做真正的林太太好不好？林宗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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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开我！ 林宗义，你给我清醒一点。这段时间，我会谨守做未婚妻的职责，希望你也是。 等会儿你先去。好。冯董，韩小姐到了。
是哪阵风把林太太给吹来了？叫舅妈？我对冯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冯先生还叫我回来干什么？你们都先出去吧。 这是在干什么？冯太太您好，冯董安排我们过来给您量一下戒指的尺寸。她可不是我太太，她是我舅妈。外甥女婿给我送钻戒是什么意思啊？林夫人这都订婚了，连个婚戒都没有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冯董是结过婚的人了。 这个好，冯董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款戒指是我们店里的经典款。冯董，人找到了，把人看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自己去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舅妈。 公地事故是你做的，我不让人家说什么。你想把自己有关没我，这个人现在不仅仅要灭你的口，还在四处寻找你的家人，一旦被他找到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那我说了能救我老婆孩子吗？冯董已经把你的家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我没见过幕后老板，我们一直都是电话联系。不过电话我录音了，录音笔被我藏起来了，东西在哪？那个出租屋的天花板上。去找。 是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能放我老婆孩子吗？ 喂，
人找到了吗？在晨曦的废旧工厂。兰青，这次是我欠你的。你现在就要过去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商场如战场，心软的人是赚不了钱的。马上到医院来，冯董出车祸了。放开！对不住了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待几天吧。非法囚禁可是犯法的。你可别忘了，当初可是你亲口承认你是林太太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父亲住的那家酒店是我的。你威胁我？你有的选吗？林太太，我现在只想知道冯思前到底怎么样了。他已经死了。
不行，林总已经疯了，我必须想办法自救。遗嘱立好了吗？立好了。只要医院那边动手，殷佩东一死，遗嘱立马生效。他名下9%的股份会立马转入您的名下，外加殷姨和戚卫军的。华境的大股东，您坐定了。冯思浅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刚抢救过来，正好24小时看守。抢救过来，那就找人弄死他。是，不过冯思前势力庞大，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有韩青在，他不敢怎么样。喂，林总，韩小姐果然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去追？杀人怎么可能脏了自己的手呢？脏活由谁来做？你应该很清楚。通知他赶快动手。师傅，帮我开快点。好的。季维军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威胁我是吧？啊？嗯？那你就得死！有了你的照片，
纪伟君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再坚持一下，英逸，忍着。你小子做过男人吗？